Eason 陳奕迅同埋何韻詩一連六晚為 Wyman 黃偉文作品展演唱會擔任嘉賓，佢哋兩個琴晚仲喺尾場做出啲驚人舉動啊！是天之國色，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貴，遠藝到底，顛倒眾生，摧毀不廢修，你做我的迷，唯獨是天之國色，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貴，遠藝到底，顛倒眾生，摧毀不廢得，我願與天齊。點解你哋新嚟㗎？我冇新嚟啊！你我有啊！作為一個專業的歌手，我們上台的時候即已經是所有這些感覺是豁免了的，不是其實 feel 不到，你們看可能覺得很厲害，但我們是覺得好厲害，因為我們要超越之前的東西，即之前哥哥和妹姐基本上我就想著石要漂亮，其實即那些占士邦那些要每天都漂亮，誰知我一石下去的時候想著蜻蜓點水，那我以為台會立刻降下來，一石就降下去了，誰沒降過，跟著我就開始 feel 到有一條脷是直，即係係。我真係覺得係你先喎，但係點解啊？因為我個唇口以為係撩你。Eason， 你有摸阿師個胸？我係輕撫，都唔止㗎啦。我真係覺得喺台上面，真係喺台上面，真係大家已經上過身啦，係啊。其實頭先大家見到嗰個係哥哥同埋阿姐嚟嘅，好正，真係冇嘢㗎。好正，但我都可能我有嘢喎。我有乜嘢啊？我有啲係啊，真係我落到台真係哇，耐啲就好啦咁。但我翻到後台見大家係好嚇親嘅樣，佢哋啫，佢哋梗係嚇親啦。邊度有幾多見到我哋咁啫？係咪？Eason 女女都有嚟睇演唱會，佢有冇嚇親呢？聽講個女唔係阿徐一見到我，哇！你真係好蝕底啊！咁同我講啊，係啊，聽講我女女嚇親嘅，真係㗎，嚇親係啊！不過做乜嘢？咁嘅，因為見到阿姑姑同啊同我弟弟叫做爹哋啊嘛，爹哋。咁所以就佢有啲嚇親，我聽講早熟啲咯，冇嘢嘅。但你知唔知我射完你，我生咗個痱子啊！即刻，真係。